每周五晚八点来少年频道认领你的专属鲜肉。哎，不知道那普通话，那普通话谁给你考的？那考官到底是谁？你告诉我。我普通话一级甲等，可以教高中语文的好吗？你信吗？你别去诱导，不是诱导。我跟你说，诱导诈骗，你不要去诈骗那些高中生了。你别去误导小朋友。我有证书，我有证书。肖战，妈，把我的证书给我拿过来。肖战，你不要再去诈骗那些高中小朋友了。上高中，我真的，我的普通话真的是大学里面我过了级的。我有那个证书，我可以去教语文的。然而，你摇什么头啊？真的。然而，你的普通话还是很烂。呵呵哒哦，呵呵哒。然而还是很烂。我只要集中我的注意力的话，我的普通话是 OK 的。注意力，注意力，注意力，注意力。不要跟他们一起嘲笑我的普通话。